佢发现陆枫已经醒咗，四目相对，佢面珠灯即时红晒，佢有啲唔好意思咁开口讲：你咁早醒嘅？估计半个钟咁啦。咁你唔起身？睇靓女啊嘛 ，B B 啊，如果你去参加选美嘅话，只要冇黑幕，你肯定系冠军。陆枫好真诚咁讲 ，B B 呢个称呼对江晓燕嚟讲，唔单止系肉麻，简直头皮发麻添。你叫乜嘢啊？你叫翻我个名啦！你做咩晨早流流红晒块面嘅？你发烧啊？陆枫好奇怪咁用手摸咗摸佢块面，以下嘢江晓燕足之都顶唔顺啦，佢马上爬起身讲。好啦，起身啦，以后唔好学嗰啲电视剧嗰啲人讲嘢啦，呢啲说话讲出嚟会俾人笑㗎，知唔知啊？作为打滚咗咁多年嘅情场老手，陆枫梗系明白江晓燕点解会咁样。佢瞓咗喺床上面笑咗笑，心入边喺度暗諗，乜咁清纯嘅？不过咁又系嘅，就算系2000年嘅年初，叫一声亲爱的宝贝啊 ，B B 啊咁样，隔夜饭都呕埋出嚟。如果大庭广众之下揽揽石石，简直就系惊世骇俗嘅事情。更何况系依家呢？陆枫都唔知有几多年冇见过好似江晓燕咁怕丑嘅女仔啦。陆枫起床，慢慢嚟到厨房，佢想玩下佢，喺身后边抱住咗佢，喺耳仔边细细声讲咗一句 ：B B 啊，你真系好靓。你呢个人，你江晓燕又急又怕丑。爸爸，丑丑怪，丑丑怪。多多啊，唔知道咩时候起咗身啦，擘大只眼望住佢哋两个。哎呀！江晓燕再都顶唔顺啦，佢一夜将陆枫推开，然之后有啲唔开心咁讲：你一个大男人喺个厨房度荡嚟荡去做咩？去帮多多着衫。食完早餐，陆枫打开门，见到门上边千疮百孔，好似打完仗咁样。佢将门关翻好，落咗楼梯，一路上遇到嘅隔篱邻舍，全部都系讥讽笑容嚟嘅。你都有今日啊你！陆枫开住摩托，啱翻到作坊啫，大头就好高兴咁跑咗过嚟啦。佢一面兴奋咁讲：，枫哥啊，琴日嗰啲货全部拉走晒啦。周建国头先嚟过一次，净系问你喺唔喺度啫，然之后咩都冇讲，又走咗啦。大头啊，你屋企琴晚冇事啊嘛？冇事啊？你做乜嘢啊？呵呵，冇。琴日夜晚黑有人攞住铁棍去敲我屋企门，以后要注意一啲啊。呢个系多事之秋。陆枫叹一叹气，点着支烟就讲：啱啱先开始，佢哋不断洗横手，唔会咁容易罢休。佢哋会咁狼死啩？哦、啊，系啊，做一件大事啊！嗰几间小作坊咧，全部都关晒门咯。大头谂咗谂，继续讲：听讲啊，喺粮食局嗰边唔收粮啦。依家就剩低我哋呢边同埋万源啦。睇嚟任千博仲係有啲手段嘅，不动声色就将嗰几家搞掂晒。依家就剩低自己。佢真係唔愿意抽佣俾咁多太耐，对于李润而言实在太伤。听日唔理万源嗰边抽佣系几多，我哋直接俾五分。五分啊？大头吓咗一跳啦。啱开始嗰时，水果够平，利润高。依家本地嘅农村市场水果都全部涨晒价，仲要抽咁多佣啊！加上人工，利润啊越嚟越少。呢几日利润都好少噶啦。哼，只要有得赚，咪继续同佢玩咯。就算系一日收入一两千，你可以做啲乜嘢？一日赚一两千啊！陆枫望住大头。唔好因为赚咗几日嘅大钱就睇唔上小钱。依家系八月初，入咗九月之后，本地嘅水果基本上就冇晒。任千博想赚呢份钱就要睇接落嚟嘅二十几日。呢几日一定会好疯狂。
喺万元间厂嘅办公室入面，何艳丽打扮到姣斯顿笃，望住对面嘅周建国佢哋几个，有啲嬲爆爆咁啊讲：哼，你睇下你哋几个啊，要你哋嚟啊，有鬼用咩？任总个滴滴嘢都做唔成，真系啊！任千博睇住台上面嘅文件夹，沉默一日，农村简单嘅罐头利润就有4000几。依个仲系抽佣高，而陆丰仲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嘅结果。如果得佢一个人做，一日一两万，就好似玩泥沙咁样样。咁巨大嘅利润，令到佢真系有啲眼红。起身吩咐咗两句之后，就开车出咗去。喺作坊门口，陆丰食住烟，同几个拉货嘅倾紧偈。任千博开车飞驰而嚟，落咗车，佢直接嚟到陆丰面前。陆老板气色唔错，睇嚟琴晚休息得几好啊！咁梗系好啦，食得好，瞓得好啊嘛，就怕有人心怀鬼胎，点都瞓唔着噃。陆丰笑口吟吟咁望住佢，哦系咩？你想同我玩系嘛？任千博面上面嘅笑容消失咗，带住几分阴险。佢用手指住陆丰讲：咁我陪你玩下啦，老子我礼真嘅，怕你顶唔顺啊！我真系好惊。如果你想安稳啲嘅话，我劝你早啲闩门啊！陆丰眉头一皱，望住佢讲：你嘅意思系你威胁我？系唔系威胁？到时候你知。任千博对住周围大叫一声。去万元拉呢一种罐头，抽成5分，我6分。30章，哦，系佢大佬。任千博笑咗起身，佢拍咗拍陆丰嘅膊头，开口讲：陆老板可以俾6分啊，真系够豪爽。说话已经讲咗出去，6分就6分啦。呢、这个抽佣，佢今日肯定唔够胆账上嚟。唉，能够赚得一日得一日啦。不过喺佢嘅话语入面，好明显听得出嚟，事情有啲唔多妙。大头，陆丰将大头叫咗过嚟。大头啊，注意下，今日我惊唔系好太平。哦，知道噶啦，峰哥。今日成日嘅时间亦都几安稳，顺利出货，只不过水果嘅质量有啲下降。出货量增加咗，但系利润就下降咗。太阳落山嘅时候，利润从最高峰时期嘅10000几蚊下降到今日嘅1800蚊。陆丰手入面嘅资金已经接近250000，呢啲钱已经足够去起一间厂㗎喇。就算接落嚟1分钱都唔赚，陪任千博玩亦都冇咩所谓。傍晚时分，一切都安排好晒啦。陆丰买咗菜花屋企，江晓燕换咗一身嘅新衫，着上咗高踭鞋，真系显得亭亭玉立。能够感觉到出嚟，佢最近越嚟越有女人味，面上边嘅笑容更加多，甚至乎有几分容光焕发嘅感觉。食住饭，陆丰话要买部电视机，而江晓燕就劝佢少使钱。这个时候门外便响起咗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砰砰砰砰砰。嗯，唔通又是吴宏宇？陆丰暗自皱一皱眉，每日都是这样，亦都唔系办法。佢正准备开声，门外便响起咗大头嘅声。峰哥，峰哥，你系咪屋企呀？出事咯！陆丰心入边噔一声，佢暗自叫咗一句：弊啦！佢马上开门，大头上气不接系咁大叫：峰哥啊，有人将我哋嘅作坊打烂晒，仲话要打人、啊，系啲咩人嚟嘅？我唔知道啊，佢话行蛊惑嘅，要收保护费，我冇讲嘢啊，佢就攞住碌棍上殴啦，仲话要打人添、啊。大头急到差唔多喊咁滞，咁点算啊？一时间，江晓燕亦都六神无主啦。唔使急嘅，我去睇一睇先。陆丰一路跟住话，一路准备出门啦。江晓燕一嘢拉住佢唔俾佢走。你咪去啦，万一俾人打咁点算啊？
放心啦，冇事嘅。你喺屋企中门锁好佢，边个敲门你都千祈唔好开。陆峰讲完，拧转头就走咗。江晓燕冇经历过啲咩大事，成个人忐忑不安到连饭都食唔落，抱住多多喺今日坐咗床上边，口入边不停喺度念，希望佢平安无事。陆峰落咗楼，拧转头对住大头讲：上车。大头坐咗喺后座开声讲：峰哥啊，一定系任千博揾嘅人，佢将玻璃全部整烂晒，仲将封装机揼烂咗。我哋一揾啲人再过去啦。阿嫂担心啊，系有道理噶。大头，你同我记住，峰哥我亦都唔系咩好人，唔至于一两个蛊惑真系吓怕我嘅。如果系咁，我都唔使开厂，翻屋企洗屎片啊！讲完，佢一拧油门，飞驰而去。作风现场一片狼藉，电线被人切断咗，工人聚集埋一堆，借住月光可以睇得出玻璃全部烂晒，罐头全部整烂埋，汤汤水水周地都系。喂，睇下，卢老板嚟啦！卢老板，依家咁样点算啊？陆峰将摩托车停好，马上问佢哋嘅人呢？寒冬马上走过嚟讲：走咗啦，揼烂咗个电闸就走咗啦，根本都揾唔到人。人冇受伤啊嘛？冇啊。嗯，冇事就好。大家将啲门窗钉翻好，驳翻啲电线，准备执嘢翻屋企啦。今日夜晚我哋计工资。陆峰吩咐大家做嘢。寒冬走咗过嚟问：咁听日仲开唔开工啊？陆峰入到去攞电筒照咗一照，封装机已经损坏咗，呢种进口机器想要整，一时半刻恐怕就整唔好㗎喇。大家安静一下先，依家封装机坏咗啦，呢个作坊亦都开唔落去，如果有人想继续跟住我捞嘅，返屋企等一个礼拜。呢种作坊太细啦，我要组建一个大厂，到时候直接过嚟上班。如果想要工资嘅，听日早上就过嚟攞工资。一群人吱吱喳喳讨论住，大部分人都想要工资，而家拖欠嘅工资太多啦，冇人夠胆相信任何一句话。工人已经散晒啦，带头见到入面嘅杂乱无章，踎咗地下有啲气馁。佢原先仲諗住可以做几年嘅，而家先至几长时间啫，咁就玩完。呢个时候寒冬行咗埋嚟，佢讲：陆老板啊，我想跟住你去新工厂啊。陆峰点下个头，佢问寒冬：喺呢边边个蛊惑仔嘅名气最大啊？啊，峰哥啊，你想做乜嘢啊？带头感觉到有啲唔妥啦。想搞烂我嘅档摊，冇咁容易。佢今日嚟打烂得，听日就要搞我间厂。咁仲有人夠膽嚟嘅？想要平平安安做生意，就要將啲地踎流民震攝住。無論人哋俾幾多錢佢，佢自己都要諗清楚。陆峰嘅話語入面透露住寒氣，雖然好平淡，但係令到大頭寒冬兩個人都覺得背脊一涼。喺兩個人嘅眼入面，陆峰係一個笑騎騎好好講嘢嘅人，但係这个时候陆峰所展现出来的狠辣，令到两个人都心惊惊。寒冬出声讲：啊，我知道有个叫癫狗的人，平时在大富翁那边看场的，边个去到都要给面子他的。陆峰点下个头，他将烟头整熄了，站起身就还：好啦，你们两个回去先，早点休息。峰哥啊，那你要做什么啊？带头系咁夹住陆峰，你唔好去呀、啊！嗰班人好狼胎噶，打交都唔锡命嘅。系咯，都已经搞成咁啦。寒冬亦都跟住劝，陆峰即时笑咗起身。喺平头百姓嘅行列入边，真正最狼嘅永远都系商人。好啦，你哋翻去瞓啦。我跟你去啊！我都要去啊！有咩事嘅话都好有个照应啊嘛。陆峰亦都唔讲嘢啦，三个人就系咁样开住摩托车直奔市中心。大富翁
是一间舞厅嚟。依家嘅舞厅相当于后世嘅夜场，好乱，而且仲系高消费。唔似好多年之后嘅广场舞，舞厅入面一曲 disco， 唔知道跳走咗几多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已经系夜晚黑十点，成座城市都陷入咗梦乡入面，净系得依度嘅舞曲令人兴奋，令人热血澎湃。七彩嘅灯光，万妙嘅舞步，昏暗是一个藏住污垢的好地方。老板，跳不跳舞啫？嚟咯，跳个嘛！哇，老板你好型喎！不断有舞女邀请佢哋，陆峰系咁摆手。呢种咁嘅地方，普通人根本唔敢入嚟。同嗰啲姑娘跳个舞，五毫子，真系跳唔起。寒冬同埋大头两个人擘大只眼喺度睇住。今日晚上绝对是开晒眼界啦！两个人甚至感觉陆峰是成日嚟度嘅，表现到咁轻车熟路嘅。殊不知佢上一世亦都是夜店小王子。嗰啲舞女有企喺度，亦都有坐喺度。喺最前边坐住一个四十几岁嘅女人，佢食住烟，谈笑风生。陆峰行到佢嘅面前。然之后系今日夹住佢，你做咩望住我啊？咁多姑娘你唔睇，睇我一个老女人做咩啊？女人担高头望住陆峰，俾陆峰咁样望住佢，个女人有啲唔锯。陆峰对住佢讲：我要揾一个人，唔识啊！我要揾癫狗，佢喺边啊？听到咁啊，女人开始打量住陆峰。哦，你揾狗哥做咩啊？你是哪个？你跟他说我是他大佬。这个不是癫狗，出了名的丧，哪个人在他面前也要敬仰三分。这下嘢大头真的佩服陆峰，不理什么场合什么地方，他都可以定个台右扮到像真的样。你就直接跟我说他在哪里，我今天心情不靓，若果激怒我，后果你哋自己负责。陆峰一路讲，一路攞出一支烟，佢将支烟一掉，就掉咗嘴入边，动作啊真系好鬼死潇洒。哎呀，原来大家都系自己有啊，未嬲啦。女人面上边露出咗笑容啦，佢企起身讲：嗱，我去话声俾狗哥知，阿燕燕丽丽，你哋过嚟陪下大佬啦。两个身材苗条。化妆化到花里花碌的女人应了一声，她们笑面如魔地对着陆峰走了过来，跟我弹开一点。燕燕和丽丽即时吓到动都不敢动了。三十一章，陆峰够狠。大头和寒冬两个人吓到粒声都不敢出来，大头还好一点，毕竟他陪过陆峰闯过粮食局，但是寒冬是第一次。癫狗他性格嚣张，打交劈友是家常便饭。本来就不识人哋，贸贸然过来找他。陆峰还要成面好串的样子，恐怕就要挨打了。见到这个阵势，寒冬就劝陆峰：陆老板啊，我们都还是回去啦，你不要出来行啊，你不知道人哋有几狼死啊。你使不使咁惊啊？发晒皮疼咁嘅，佢就算再狼都要叫我一声大佬。呢个时候个女人行咗落嚟，佢开声讲：狗哥话叫你哋上去喎。陆峰带头行咗上去，楼上边系一间包间，门口嗰度企住五六个秒嘴秒舌嘅后生仔，目光及住陆峰，表情非常之串。喺入边摆咗一张麻雀台，坐住四个人喺度打紧麻雀，正对面坐住一个长头发嘅男人，表情不羁放纵爱自由。佢开声问：啱先系咪有人嚟揾我啊？陆峰即时行上去：哼，我揾你啦。癫狗抬起头望住陆峰，佢打量咗一眼，然之后好鄙视咁笑咗笑。
呢、這个所谓嘅狗哥讲嘢就好肥流。就你只即想做我大溪啊？咁我自己攞嚟衰嘅，我都系第一次见啫。不过算啦，我今日心情好，点过两条路你行下。第一，跪低叩个头，大家开心下。第二，我打和你结嘅，我个拳头开心下。嗯，咁我选第三，成为你嘅大佬。陆峰讲住嘢，马上喺公文包嗰度攞出咗300蚊，然之后直接就掟咗喺台面上面。300蚊，你当我呢度丐帮总舵啊？癫狗望住啲钱，开始有啲嬲。佢用手指住陆峰，大声咁喝：信唔信我一只手指笃死你啦！大头同埋寒冬两个人企咗门口，睇到咁嘅情形，紧张到手心全部都系汗。佢真系惊会发生啲咩事。对方咁多人，根本就唔系对手。呢、这个时候，陆峰又喺包入边攞出咗1000蚊，啪掉咗喺台面上边，整整1300蚊，系普通人好几年嘅工资。呢只癫狗虽然系捞得好掂，但系见到咁多钱，依然系眼都定埋。只系咁多细佬喺度，碍于面子，佢就唔好出声。陆峰见佢继续唔讲嘢，又攞咗700蚊，系咁啊掟咗台面上边。佢开声讲：嗱，我俾个整数你。癫狗一下子企咗起身，佢望住陆峰，神色竟然开始和善起身。佢开声讲：大契点称呼啊？你睇下我真系冇礼貌啊！有怪莫怪啊！癫狗出嚟行咗咁多年，佢深知道一个道理。就系千祈唔好惹有钱人，呢啲有钱人关系错综复杂，打声招呼自己就已经变成残废嘅。虽然佢冇见过陆峰，但系从出手阔绰一睇知道绝非系一般人。我就系李亚峰哥。陆峰一路讲话，一路坐在凳上边，佢望住癫狗继续问：我就系问你一件事。今日边个出灾做嘢？边个去揼人哋间厂？咩话？峰哥间厂俾人砸咗？癫狗即时对住四周围望咗眼，佢继续问：喂，你哋有冇听讲今日边个出去搞事啊？吓，狗哥，我听讲马骝搞咗一单，好似系揼咗人哋罐头厂啊！所有人就叽叽咕咕讲住马骝件事。原来嗰、那个所谓嘅马骝有7、8个人。喺郊区嗰度捞嘅，最近捞咗啲名堂出嚟。陆峰呢件事算系立咗威。细佬，依、这个人恰阿哥恰到上头啊！你睇得落去咩？陆峰及住癫狗继续讲：我依个人对兄弟好仗义嘅，你唔亏待我，我亦都唔会亏待你。你明唔明啊？癫狗马上明白咗陆峰嘅意思啦。佢一拍咗埋咗台，啪一声，大喝一声：，嘿，婆娘污啊！连我峰哥都够打唔赢，呢班猪杂仲唔想做人顶啊！各位手中，我哋一定要同峰哥出翻啖气，走！癫狗马上带住10几个人，开住摩托车直踩郊区过去。呢啲咁嘅战斗，一般都系一边倒嘅状态，唔使10分钟，马骝已经瞓咗喺地下。用手揿住个头，系咁啊大叫起身：，峰哥，就系佢啊，就系佢啊！大头一见到马骝，马上大叫起身。马骝一见到陆峰，佢心入边就马上清楚啦。佢即时讲：，唔好打我，我个系一个叫吴红宇嘅人，俾人5万蚊我，叫我去揼你个罐头作坊嘅。陆峰原本以为系任千博嘅，冇谂到呢条友咁醒目。竟然是要人哋做嘢，我错啦！你原谅我啊！我真系知错咧。马骝不断喺度哀求陆峰，我明白嘅，你又后生又唔识性啊，更何况对下毒手嘅人，我已经知道系边个啦。就算冇你啊，佢一样会揾星星啊，忽忽咁样样。陆峰嘅语气开始平淡起身。
哎呀哎呀，你讲得啱噶，其他人以后俾几多钱我都唔敢再喐你间厂噶啦。马骝不断喺度保证，陆峰点下个头，面上边露出咗笑容。佢起身对住癫狗讲咗声，将佢只脚打断。癫狗即时呆咗下，冇谂到满面笑容嘅陆峰忽然间会讲啲咁狠毒嘅说话，就算系佢亦都有啲反应唔过嚟。今晚嘅陆峰就系要帮呢班古惑仔立威，费事任千博用惯咗呢一招，下次仲一样照板煮碗。呢个时候拗断佢一只脚，系以绝后患。大头同埋寒冬亦都系第一次见识到陆峰嘅狠毒。寒冬明显感觉到陆峰并唔系一个意气用事嘅人，佢做任何嘅事情都有利益嘅考量，有钱赚就做，唔存在惊同唔惊嘅问题。一个咁冷静以利益为重嘅人，想唔成功都难。但系就系太冷静，就好似一个冷血嘅动物，对佢冇用嘅人绝对会被抛弃。好似汤猪咁声嘅惨叫声贯彻咗夜空，唔少人都打咗个冷震，甚至乎有啲惊咗起身添。陆峰喺包入边攞出2000蚊，放咗癫狗嘅手上边。佢细细声讲：，多谢癫狗哥。哎呀，我哋教其啦，使乜讲多谢啊？以后峰哥有乜用得着小弟嘅地方啊，即管开声，我哋随传随到啊！癫狗望住手入边嘅钱，陆峰俾得越多，佢就越觉得呢条友唔简单。江晓燕喺屋企望住墙上边嘅钟，滴答滴答咁响，成个人越嚟越焦虑。怀入边嘅多多已经瞓着咗，佢个心真系惊佢出咩意外。佢将多多放咗喺床上边，佢打算唔等，佢准备出去睇一睇。啱着好外套啫，门外边就响起咗陆峰把声啦。瞓咗未啊？开门啊！江晓燕马上去打开门，因为担心咗成个晚上，当佢见到陆峰返嚟，仲要系冇穿冇烂嘅，情绪再都忍唔住，直接就扑咗喺陆峰嘅怀入边。陆峰俾个突如其来嘅一揽，有啲呆咗啦。佢马上入屋，将门关返上。佢马上就问：啊，发生咗咩事啊？你吓死我啦！出咗去连个音讯都冇。江晓燕讲住话嘅时候已经系泪流满面。哦，唔好喊啦，唔使喊啊。陆峰一路帮佢抹眼泪，心入面开始有啲无语。依家嘅自己又唔打佢嘅，点解喊嘅时候比之前仲多咗㗎？惊着方冇事啊嘛。陆峰将今晚嘅事情讲咗一次，江晓燕听到之后成个人都傻晒。佢隔咗半日先讲：你打断咗人哋只脚？冇办法啦，如果唔点声佢哋，第日就陆续有嚟，算系俾佢下马威佢哋啦。啊，系啦，我打算正式搞个厂，听日将工人嘅工资发咗，开始筹备新厂啊。陆峰望住江晓燕个样啊，好坚定，好似件事对佢嚟讲系十拿九稳咁。但系江晓燕嘅脑入边，这个时候就剩得一件事，他将人家的脚打断了。自从他开始做买卖之后，每日都要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他只是一个女人仔来，只是想过一些属于自己的小日子，他不想成日提心吊胆。他望着陆峰说：陆峰啊，我们不做了好不好啊？我哋已经搵到人哋成世都搵唔到嘅钱啦。第32章，高兴得太早啦。喺江晓燕嘅眼入边，而家20几万实在太多啦，已经多到超乎佢嘅想象。但系佢唔知道，十几年之后，呢啲钱连一个厕所都买唔到。陆峰望住佢，摸咗摸佢乌黑嘅长发，佢开声讲：傻猪啊，边有人嫌钱腥嘅啫？放心啦，我搞得掂嘅，我会令到你过上好日子嘅。
咁我哋就换一间屋住啦。换喺边度啊？我呢几日搵一下。好啦，咁早啲休息啦。陆枫瞓咗喺床上边，心入边喺度谂住点样开厂嘅事情。依家各行各业嘅缺口都好大，唔理系服装、食品、玩具定系日用品，都系有巨大嘅市场。呢段时间入边，任千博真系手段尽出。陆枫原本仲谂住再赚个3-5万嘅，但系冇呢个机会啦，甚至乎想晒一晒任千博都唔得。佢谂咗阵间，如果论赚钱嘅，仲系儿童食品，万元食品厂就行呢个方向嘅。反正捞边行都要捞，点解唔搞掂任千博呢？第二日嘅一早，作坊门前已经聚集晒员工啦。佢哋根本唔知道琴晚发生咗啲咩事，将拉货嘅车停咗门口嗰度，然之后成面都懵晒。陆枫一早就赶到翻嚟啦，佢帮啲工人结工资，而琴晚拉走货嗰啲人呢，亦都要交接，而且仲要退押金添。这个时候喺旁边有人问：哎呀，陆老板啊，你呢度实系俾万元嘅任老板搞咗一镬啦，系嘛？咁就唔知啦。陆枫笑咗笑，冇再继续讲。哎呀，陆老板，你唔够人哋斗噶，你都系做下生意仔，发啲小财。嗰听今日开大厂嗰啲人啊，佢哋嘅关系啊，都唔知几错综复杂啊，唔系一般人嚟噶，唔好嘢啊，唔好嘢啊。咪就系咯，你都赚唔少啦，就系嗰几日先蚀咗啫。所有人啊，全部都好似知道内幕咁，吱吱浸浸起身。陆枫亦都唔再多问啦。喺班人嘅眼入边，陆枫显然系搞唔过人哋嘅，作风俾人揼成咁，连个屁都唔敢放，真系丑死怪。这个时候，估计得吴宏宇知道陆枫有几狼死啦，佢神七咁追去揾马骝，佢问一问呢件事办成点呢？点不知得到嘅结果就系、是、人啊已经喺医院啦，只脚已经俾人打跛咗。随住作坊唔再出货，供货农村嘅罐头就剩低万元一家啦。琴日仲系抽六分嘅，今日就改成咗一分钱，中意拉就拉，唔拉就躝尸嘅路。唔少人怨声载道，但系为咗生活，冇办法啦，顶硬上啦，唯有。办公室入边，任千博听住关于陆枫嘅事情，工人已经遣散，机器亦都冇再维修。显然是放弃了，维持了不到十几日的罐头之战，很显然他是赢家。这个市场很不错，年年都可以做，利润都很可观，我应该多谢他的。任千博想了一阵，继续说：我要请他吃饭，就定在天悦大酒店，将他那些兄弟啊、成成那些冚唪唥请过来。中午嘅11点，所有货款全部清算完。陆枫睇住账本，头都唔恶就问：系啦，带头啊，500-600平方米嘅厂房，而家要几钱呢？买啊！带头好急咁问：就算买得起，买完厂房都买唔到其他嘢啦，肯定系租啦。陆枫望住带头同埋韩东文：你哋两个边个知道？我系知道有一间，以前系间糖厂，有成800几个平方，好鬼大噶。韩东谂咗谂，继续讲：不过我谂啊，应该唔平噶，1个月1-2千元到啦。1-2千其实都唔平噶啦，如果唔确定系咪可以盈利，这个钱要慎重。但系陆枫就觉得啱啱好，厂够大，后边扩展亦都唔需要再搵地址。好啦，咁下午去睇一睇，我哋食饭先。陆枫话音刚落，一个中年男人开住摩托车飞驰而嚟。陆老板啊，嗬？个男人打量住佢哋三个就问：系啊，我就系、是，点啊？陆枫望住佢有啲奇怪。我系万元食品厂嘅经理，我哋任总想请你哋食饭，天悦大酒店。对方讲完，并冇多余嘅废话，
直接就走咗。啊，我哋同任千仆都冇仇嘅，呢条友搞咁多嘢，而家又话请食饭，唔使问阿贵都知道啊，喺度扮晒蟹啦。带头真系好唔满意啦，佢沉低声继续讲：，将虾人虾到上头壳顶啊！有得食唔食，最大恶极啊！行啦！陆峰大手一挥，开住摩托车直接去天悦大酒店。喺六楼嗰度，包间入边除咗陆峰呢班人之外，基本上都到齐晒啦，全部都系熟人。何艳丽坐咗任总嘅身边，成个人有一种讲唔出嚟嘅滋润，更加显得有女人味，穿着打扮都非常之富贵。周建国、孙龙斌、吴宏宇，佢哋排排坐晒喺度。陆峰推开门行入去，见到大家佢就讲：，哎哟，乜咁人齐啊？睇嚟我嚟迟咗，唔好意思。陆老板多嘢做啊，嚟迟咗都唔会怪你嘅。今日清账啊嘛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任千博嘅话语入面全部都系关怀，但系表情就忍唔住就想笑出嚟。佢打咗声招呼讲：嚟嚟嚟嚟，请坐低。陆峰直接坐咗落嚟啦。佢打量咗一眼何艳丽，有啲惊喜咁讲：喂喂喂，依个唔系何寡妇咩？喂，你黑夫噶、哦，睇嚟你咁有女人味，肯定揾到新仔啦。何艳丽听完即时咳咗两声，面色开始黑咗起身。而吴宏宇听到马上就吹起水上嚟：何姐呢啲叫做旺夫，任总家厂啊越嚟越红火啦。哼，反观某啲人而家渣都冇得整，真系少得我棚牙啊！呵呵，吴宏宇啊，你唔系一直对何艳丽好有意思嘅咩？陆峰讲完啊，拧转头望住任千博讲：任总，唔好话我唔提醒你要小心啲。依班人成日扯猫尾嘅，下人勾搭夫人嘅事，哼，话唔定嘅噃。所有人嘅面色即时窿晒起身。陆峰今日嚟，显然系挑拨离间啊！周建国就开口讲：好啦好啦，大家举杯，祝万源食品厂越嚟越火！大家举起只杯，只得大头同埋寒冬啊比较尴尬，一时间唔知道应唔应该企起身。任千博带住几分讥笑讲：亦都祝陆老板重返普通人行列，以后唔可以叫老板咯。你嘅手下连个人都冇。陆峰攞起只杯，同任千博乒一声撞咗下。佢继续讲：你开心啲乜嘢啊？你系咪觉得你赢咗呢？唔通唔系咩？任千博两手一摊，好骄傲咁讲：你家阵仲有我扶啊？你啲工人都遣散晒咯。工人就话咁易啦，我同你讲个秘密，你千祈唔好同人哋讲。我打算正正经经搞间厂，主要生产儿童食品、罐头依一类。哼，唔好你以为赢咗，战争先啱啱开始。区区一个罐头值得几多钱啊？陆峰讲完，佢阴阴森森咁笑咗笑，咕一声饮咗一啖酒。任千博块面即时拉咗落嚟，竟然夠胆冲住自己大本营嚟。佢沉低声讲：就你？冇错，我哋手下见真章啦。你有咩招嘅，即管放出嚟，我预咗接你嘅。陆峰放低酒杯，迈开步向住吴宏宇行咗过去。佢伸手重重咁放咗佢膊头上边。哼，兄弟啊，唔好狐假虎威，赚钱亦都有个分寸，唔系小心你只脚啊！吴宏宇成个人都窒晒，杯只后边出咗成身嘅冷汗。你哋慢慢庆祝啦吓，不过我同你哋讲，唔好高兴得太早。陆峰对住大头同埋寒冬招咗招手，打开门，系咁行咗出去。